结果一直从3月10号晚上呢，一直到3月11到12号，都火都还没有灭，完蛋了。人生总是会碰到这样，真的哦，这个我们里面的货加一加大概超过，对。就3月10号那一天的时候，就我们的群组就突然美孚的群组一直传讯起来，他说后面的出货要可能要有心理准备。我们想什么样的状态？然后我们的存货放在3楼、4楼、5楼全部都有，然后起火点在4楼，我们就在想说应该还好，就了不起一少部分，要么就5楼，然后要么就4楼一点点影响。然后还不至于全部影响，结果一直从3月10号晚上呢，一直到3月11到12号，都火都还没有灭，完蛋了。我们公司的库存量不大概500盒就没了，就是我们公司的平常的战备的库存量啊，在美孚那边啊，有将近，哦，那数字我不方便讲，可能不能讲哈。不要讲好了，对，在美孚那边的，就是一个40尺的货柜的，没有，两个40尺的货柜的数量在那边，是，人生总是会碰到这样，真的哦，这个，而且，我们在讲仓储有保险，但你要怎么去认定呢？那个我觉得那个官司还有的打，这个我们里面的货加一加大概超过，对，所以。我们还有需要有一段的时间要去消耗，大概就这样。好，所以今天晚上也没有东西可以卖，就没办法，人生就是这样哈。上面米家都都会丢，真的，这也不是我们愿意的哈。真的，这辈子什么事情我都碰过，真的哈。真的，我觉得人平安就好。有时候碰到这种困难。有时候也许是帮你挡掉什么样的灾也不一定，我们总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，就没有趴下怎么会跳更高，我永远记住这句话。